大家好，我是依依，今天给大家介绍，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户型，这个特别适合做投资房，当然自住也可以，价格是28万左右，2800多尺，这个是建商是 D.R. Horton，然后这个是前面的，这个是他们车库嘛，是现在是作为一个 office，这个是样板房。然后呢，这个一进来的话呢，是一个laundry room，然后在这边进来是一个早餐厅，然后很漂亮的早餐厅，那个是 patio 的后院，很漂亮的院子。然后这边是厨房，厨房都是大理石的台面，非常漂亮的大理石台面。厨房，看一下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，客厅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厕所，当然厨房的那边还有 pantry room，刚才我忘了介绍。就是那边有那种小门，冰箱旁边的小门，就是那个厨房的 pantry room，可以放很多那种很大的一个 pantry room，可以放很多的这种锅碗瓢盆。这边是一个储物间，对，这边是一个储物间，可以放一些吸尘器啊，或者这种打扫卫生的这种工具。然后这边是那个正餐厅，很漂亮的正餐厅，这是正门哈。正门一进来，实际上是一个写字间，一个玻璃门的写字间，很漂亮的。然后正餐厅，然后就是客厅，刚才在讲的。然后我们再去看楼上，楼上的话呢有4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挺大，尤其是主卧，还有一个好大的 loft，一个休闲的地方。这里，然后这边是主卧，master bedroom。那么这个床应该是 king size 的一个床，大家可以看到主卧有多大吧，很大的主卧。然后这边是主卧的这个卫生间，可以看到有 separate bath 和 separate shower。还有一个大的这个 closet，单独的 bathroom，单独的卫生间厕所，separate water closet。然后这是主卧，主卧就在上楼梯的最左边。然后主卧一进来的话呢，就有3个次卧，这个是次卧的卫生间，就是这是 double sink，然后这是 shower。这张门可以通往一个次卧，这个次卧现在变成了一个，就是他们的工作间啊。然后这是那个 closet，次卧的 closet。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次卧。空间也是蛮大的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次卧的 closet，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次卧在这里，然后这边是次卧的 closet，很漂亮的，每个卧室都很漂亮，整个房子都非常漂亮，每个房间都挺大的，这个是一个储物间，好，这就是这个房子。很漂亮的一个房子，2800尺，价格大概是28万多以及以下。户型不多，所剩的户型不多，大家可以赶紧联系。这个小区的话，2800尺的没有了，另外一个小区离这个小区不是很远，还有几个2800尺的户型。